机会可以接近重伤，自杀的都靠你个三妹，为我全家报仇啊。就说不能给你们这些女子一丝机会，不然你们便会想尽办法轻我于骨。真是不知道你从哪里来的这般自负，也敢说你毫不出众，甚至学长震惊，容貌学长，头脑学长，身材也非常学长，世间男子圣君者比比皆是，如夜空繁星。你什么圣主？你什么姐？你沐浴的时候不照着吗？你何德何能，以为全天下的女子都这么一点？你放肆！你是从未见过那些女子看过的目光。馋猪肉的人未必都想嫁给猪。你敢拿锅和猪相提并论？猪都没生气，你生气什么？杨虎。把他交给上公爵，教教他规矩。